怀角落，祝福台湾，欢迎收看何其美好。我是这部主持人赵天林。霸凌，霸凌，这个名词已经变作咱台湾社会最侪家长心内伤心、甲痛苦、甲烦恼的代志。咱看到讲，常常透过新闻的媒体，看到伫学校内底，甚至伫国校、国中、高中，咱看到有侪侪这个学生之间互相用语言、用肢体的暴力、互相攻击的代志。甚至即马，佫提醒到讲，有足侪学生去攻击、霸凌老师，嘛发生讲老师透过各种的行为霸凌学生的这个代志。所以有足侪家长拢真烦恼，讲咱台湾的社会、咱的学校，甚至咱的家庭到底出虾米问题？这个议题伫立法院、伫咱的政府单位有做过足侪努力，的效果是安怎？即马有虾米新的措施会当予咱做一个了解？霸凌这个问题，咱袂当佫做一个旁观者，透过今日的节目，咱深入来了解。霸凌的问题，加咱解决的方法。近几年来，校园霸凌已经成为全球的现象。随着网络快速传播消息，校园霸凌的普及性和严重性也发展到超出意料。是环境，也是教育出了问题，让孩子失去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。造成了囡仔缺欠正确的行为典范。立法委员关碧玲为此对《国民教育法》《性别平等教育法》等等相关的法令提出修正，希望会当以立法的力量，为校园安全增加更加多的保护。今日何其美好的节目，为大家来关心霸凌的问题。我们特别邀请到一位专家。伊有各种的身份，伊是一个资深的立法委员，但是伊嘛是一个教育者，伊伫教育这些问题顶头有足深入的研究。这一位呢，就是伫立法院内底长期担任教育委员会的委员，甲召集人，咱的管碧玲管委员，管妈你好。赵委员好啊，观众朋友大家平安。咱的管碧玲管委员的绰号叫做管妈，因为呢，伊伫社会上甲侪侪议题内底，因为对教育非常的关心，故来呢，大家拢感觉伊亲像家己妈妈同款，非常有一个贴心去照顾咱台湾的社会。所以今日这个议题吼，讲实在真沉重了吼，因为咱的囡仔上学校内底，那听到讲去互人霸凌，甚至伊是去互人霸凌的一个加害者吼。对爸爸妈妈来讲，我迄心内就对我就艰苦，所以是咪当先请教这个管委员，伊哩哩，这个立法院内底吼，长期关心教育了后，你有观察到讲霸凌这个问题，除了你媒体所看到以外，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？霸凌的情形哦，其实一直过以来拢有，啊，古早时代咱无发明这种名词，迄个时阵也无这个名词，其实伊就已经存在啊。啊，伊的形式加讲学生囡仔冤家相拍。一种突然性的吼啊，间接迄落间歇性的吼、啊，突然间发生啊一摆尔，还是一两摆啊安尼吼，是较无同款。啊，所以我想首先就是甲大家报告一点，是讲什么叫做霸凌，啊，什么是普通的冤家，好，什么普通的冲突，吼，迄是较无同款的。因为你若讲囡仔伫学校有当时啊吼血气方刚，啊有当时啊细汉囡仔较毋捌代志，啊若讲有扣角啦，啊是有冤家啦，有当时啊小块小拍一下，你拢要甲当作霸。霸凌的时阵吼，咱的法令会出足大个问题。比如讲，咱即马法令有规定哦，规定讲你即马若学生有霸凌的问题，老师爱通报。老师若无通报吼，像讲性霸凌这种代志，老师若无通报吼，是违法的。啊，迄个违法的情形是当地书加讲吼，老师甚至一世人拢无可能够请做老师啊。啊，所以是足严重的哦。所以咱对霸凌的定义嘛，小可爱有一寡。分为清楚，啊，若无我的囡仔伫学校，啊，互人小夸踢球一摆，吼，互人小夸安尼欺负一摆，我就讲这是霸凌，啊，老师讲迄毋是霸凌，啊，家长甲老师的中间，若是引起无同款的看法的时阵，是毋是会影响法律上的问题，吼，啊，所以这个问题可能拢需要有一段时间，咱规个社会啊，深深来了解。啊，学校内面的老师、家长，吼，拢会当了解讲什么是霸凌，啊，咱法律要规定的是啥物啊？是啊，基本上霸凌伊较注重的是讲吼，是一个囡仔啊，长期性的，吼，重复性的，去予一个其他的学生或者是别的学生
主导讲长期性、重复性个欺负，而且欺负分真侪种，吼，啊会欺负了会产生伤害，啊这种情形，咱该定义讲这是霸凌，啊所以一个囡仔突然间一个冤家是较无同款，所以就是讲哎重复长期。登记就是专门一直在欺负这个囡仔，是、哦、啊，一直重复。啊，那个长期嘛，未使个幼个上长期、哦，所以这个中间有一个较复杂的现象。嗯嗯嗯，但是我是认为讲，一般的老师，咱应该爱训练老师有能力好去分出来讲，这是不是咱在讲的霸凌？是。啊，当然我咧辅导学生嘛，不是讲霸凌才爱辅导，啊，不是霸凌完全唔免辅导，基本上拢爱辅导。是。但是你若个法律的惩处，我要用个霸凌的形式来动用咱的法律对老师的处罚的时阵，这个部分就较复杂。嗯，咱曾经吼，他都只赵委员问讲，霸凌到底问题偌严重吼？我这里有一个数据是咱教育部吼，伫差不多是民国1998年的时阵，伊捌做过一个问卷调查，而且问卷调查收回来了后吼，问题我看不哩啊严重。自认为讲吼，我捌讲霸凌的占10.3%，从十个囡仔有一个囡仔捌讲霸凌过。啊，感觉讲我有红霸凌的吼，嘛是1.1%，我差不多呢，嘛是差不多讲十个囡仔有一个囡仔吼，红感觉讲，哎，我有红霸凌过，是有霸凌的问题，受到迄个伤害安尼吼。啊，旁观者有偌济吼，曾经去看人红霸凌，看人讲霸凌，自认为讲迄是霸凌，啊，我有看到，我伫边仔咧看的吼，高达28.6%，将近30%的囡仔有看到，吼，这个表示讲校园内面这种吼。有实力的人，吼，啊去欺负吼，较弱势的囡仔，这种霸凌的现象，无得较正普遍。因为吼，有28.6%的囡仔感觉讲，有啊，我有看过啊。是。啊，家己感觉讲，我也被霸凌过，啊，我搁去霸凌人的，同时有两种身份的，大概5%我。所以我在看就是，这个数据当然不是真科学，吼，因为伊是用个这个填写问卷，吼，无工作长期的累积。98年做过一摆，还是这个数字。是，我感觉讲，那以这个数字有准来讲的情形吼，霸凌的现象是真普遍。十个囡仔有一个囡仔看实在来，是，啊，将近1/3的囡仔有捌看过，迄一定是足普遍的嘛，嗯，但是是毋是真正很严重？我感觉教育部爱阁进一步落去研究。是，但是至少就是讲，一直传出来有这个现象，吼，啊，不可忽视。嗯哼，尤其是那中公校园内面。有社会外面组织性暴力，吼，人讲，比如讲角头啦、殴打啦，吼，组织性暴力的力量，那是各有牵涉在内的时阵，学校内面有一组囡仔，甲校园外口组织性暴力的力量，因那是有牵连的时阵，这种霸凌的问题都搁较严重，吼。所以会使讲，是安怎咱去年这一两年来，吼，对霸凌的问题非常的关心，吼，这方面当然是有个案。轰动社会的个案，惊动社会的个案，一方面，咱来以这个数字来看，是不哩啊普遍啊。是，十个囡仔就一声哦，一个，哦，伊就感觉讲又讲欺负霸凌，还是去往霸凌，甚至重复两种身份的毛果拍呢。是啊，啊有看过毛三声吼。所以要请教管委员，就是讲，嘛亲像你讲的同款。这几年吼，其实教育部吼，这个教育系统受到社会足大的要求。讲你一定要正视霸凌的问题哈，啊，我看起来政府嘛在这方面嘛有就亲自为这个哈来去做预防，所以是不是先请教这个管委员讲，那卖讲一般冤家相拍，然后讲登记性、重复性，真正是已经界定是霸凌的时阵哈，那发生这个代志发生，学校内底有啥物责任加一挂通报系统？学校伊是规定讲老师爱通报哈，啊，而且学校内面还有一个小组专门来处理这个问题。啊，这个小组爱去认定讲，我这个个案哈，都是已经是形成霸凌啊。因为霸凌真侪种，唔是讲一定动脚动手才算霸凌哦。有一种霸凌，你当然是肢体的霸凌，你会敢打，吼，会敢伤害人的身体，这是肢体的霸凌，这一般上了解。但是霸凌的形式就侪种，譬如讲言语的霸凌，好，长期性我都是用个话语去欺负你，啊，去侮辱你。好，这种是言语性的霸凌。啊，言语性的霸凌，有当时也是跟他两个人一对一的时阵，对方遭受到呢，外人无一定看得到。好，所以这需要去认定，啊，需要去发现，
啊来处理安尼。啊，有诶吼，有诶甚至是搁较隐晦哦，是一种人际关系的霸凌哦。人际关系的霸凌的意思就是，我就是叫大家袂使甲你做朋友，要甲你孤立起来。啊，我即马专门针对你，吼啊，即马若虾米人对你好，我就去甲伊讲威胁伊，讲你袂使甲伊做朋友，你若甲伊做朋友吼，我要安怎对付你安尼。啊，所以对即个受害的弱势学生来讲，伊的人际关系去互孤立，啊。人唔敢甲伊做朋友，好，像这种的关系霸凌，伊嘛是有时候会隐而不显。老师如果没有非常深入在班级管理上，跟学生很融为一体的话，老师有当时可能嘛唔知呀。啊，当暑假那个唔敢讲的时阵，吼，这嘛是你都爱好好爱去发现，吼，爱去甲认定，啊，然后来辅导。所以霸凌有一挂现象就明显看得到的。譬如讲肢体，有一块现象是无明显的，所以咱的规定，咱即马教育部的规定讲，学校你一定爱成立一个小组来辅导这项物件，啊，所以老师爱去发现，发现了后开会来认定了，你就爱专人来辅导，好，啊，所以这个是咱对老师对学校的要求，啊，总共若是讲对学生来讲吼，咱当然会使讲，我会使甲老师报告啊。会使甲学校嘛爱设置通报的专线哈，啊教育部嘛有一个通报专线，0800200885哈，这是教育部为着反霸凌设的专线，啊伊是其实小时要让人通报，你家己本身是有还会使通报，啊你有看到你知影什么代志发生，你嘛会使通报哈，啊所以讲起来制度上这个通报的网络哈。咱是拢有建立吧，好。较复杂的问题是，实际上我伫辅导的时阵，迄个整体的能力有够高无？啊，效果有好无？啊，咱和学校的资源有够无？好，大概是这个软体的部分，我认为是规个咱的国家的反霸凌社会的处理这个问题的时阵，上该需要加强的所在。这管委员真的真有研究哈。其实你看这个霸凌的形式真侪种，他都在讲的关系霸凌哈。咱常常伫美国的电影内底。其实霸凌的电影嘛，就一出。霸凌其实足够的有吼，足早已经的有吼，是因为我有知影一个个案吼。这个个案就是讲，伊的爸爸妈妈伫地方上拢算是有一挂身份地位的人。啊，这个囡仔吼，佫是足够读册囡仔，但是迄个所在是较中卡的所在，是一个足细间的学校吼，一间学校加加了也无十班。啊，每一班吼人数吼，嘛拢差了二十个左右安尼吼，伫一种小学校。啊，所以这个囡仔在班上变成足突出，变成是一个很突出的小孩哈。啊，足够读册，好啊，爸爸妈妈都是名人，啊，老师拢点来给娱乐哈。啊，结果这个上优秀这个囡仔哈，从安尼规年通天都是互人家孤立，人就歪跟伊做朋友，好啊，这种情形其实可能真普遍，就是讲在一个班级内面，那是表现非常突出的，好，安尼囡仔有时候他常常。都会让人家孤立，啊，这个算不算霸凌呢？我感觉老师可能哎，就细腻落去看，哈。像这个囡仔，伊都捌甲我讲，伊讲伊一直甲国中啊，人嘛是拢歹甲伊做朋友，啊，同学嘛是拢踢球伊孤立他，哈，不让他不让大家跟他交往，哈，甚至于哈，一考掉北一女，还好哈，一家一大红纸打出来公布讲，哦，我考掉北一女哈。伊迄工就去用牵石头，嘿，啊，所以这就是讲吼，霸凌唔是发生伫即、這个弱势囡仔，伊有可能吼是功课也较好诶，吼啊，可能是真强势，看起来别说较强势囡仔吼，但是他在这个相对关系上，他变成很弱势，好，那像这种事情有没有很普遍呢？好，我想是听到真侪人讲讲。伊是足突出嘞，功课足好诶，啊，结果等到足无朋友诶，好、啊，老师要安怎处理这个问题？好、哦，这就需要有一挂技巧。对，因为霸凌的问题哦，真正无一定是发生伫弱势者，虽然定定伫弱势者，但是你优势者，有时生了特别悬诶，特别水诶，功课特别好诶，有时阵肢体诶、语言的暴力拢定定发生。咱休困一下，但后一个阶段呢，咱管碧玲管委员真无简单，突破万难吼、哦，有将国民教育法内底。有关暴凌，当然嘛不只是暴凌，但是特别会当对暴凌产生足侪支持啊防治力量的，而且个法令呢有做修改，咱来进来了解，嘛会当予电视机边的观众朋友，咱做一个以后会当面对霸凌的时阵，会当因应的一个方法。
来到何其美好的节目现场，咱今日邀请到管碧玲管委员长期关心教育的资深立法委员，来跟咱共同来深入探讨霸凌这个问题的现象和解决方法。刚才呢，咱管委员就提供咱教育部24点钟通报的电话：0800-2000-885 0800-2000-885。所以你现在有感觉中，你受到登记性、重复性，或这种语言上、关系上，还是机体上，或是这种霸凌、暴力的对待的时阵，拢会当透过这个电话来去做一个反应，哦，加这个通报。当然呢，咱这个阶段，嘛要讲一个足无简单的法律的修改。你看到讲进前巴德国中，迄造成全国性大家恐慌的，就是讲这个霸凌的事件，不只是学生对学生之间。甚至变成学生对老师的这个霸凌的代志，啊，佮加上隐匿，吼，那唔是讲老师出来这个话啊，这个抢救吼，可能嘛唔知影，造成全国规校长会议等等吼，有足侪的这个措施加这个研究，但是管碧玲管委员呢，伫针对《国民教育法》第十条来做一个修改，但这修改过程听讲嘛真困难，是毋是先请管委员分享讲这个条例是虾米内容，啊，修改有虾米效果？啊，包括讲修改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？先讲吼，先话这个《国民教育法》第十条是跟反霸凌有关系啦，吼。但是讲《国民教育法》第十条吼，是我该修改做，即马国中甲国小吼，每一间哦国中拢爱有一个专业专职的心理辅导老师。嗯哼。啊，每一间国小吼，那总共你这间国小，你的班级数有达到24班，你都会使请一个专业专职的辅导教师，啊，还好嘛，爱说辅导师，啊，爱聘请辅导人员，辅导人员跟辅导教师身份无同款，伊拢是专业的辅导人员，但是辅导教师有老师的身份，啊，辅导人员伊无老师的身份啊呢，因为有当时啊，你要爱老师的身份，佮有辅导能力，就无一定有法度请较济，咱为着要请会充足，吼，啊，所以有诶，咱就要求讲你这个专业的辅导老师，各种加一个老师要有一个。啊，国小食了24班以上拢爱有一个安尼吼，啊，24班以下无要安怎吼，咱个吼和学校和这个教育局吼，和每一管区的教育局，伊会使吼，我这个管区我国中甲国小加起来吼，每20班请一个，每20班会使请一个吼，啊，集中教育局吼，啊，落去巡回去替大家做这个需要的专业的心理辅导的工作吼。啊，这个心理辅导的工作，我认为讲是咱处理霸凌的问题，就要紧的一个软体啦，一个能力啦，吼。因为囡仔要教吼，那以暴只会易暴，就是讲咱那是用个处，用个体罚，嗯哼，我打孩子，吼，我体罚小孩的话，吼，小孩子学到的嘛是讲，哎，暴力有效啊，利用暴力，我就只好服从啊，是，暴力会使使人服从。即马老师利用暴力和我服从，啊，我若无欢喜，我嘛会使用暴力和别人服从我。所以其实联合国有做过全世界性的一个研究哈，这个暴力的遗传，暴力哈会复制，暴力会学习哈。所以你社会上你暴力的镜头足侪，暴力的形式足侪，还是讲我实际上实施暴力的现象正普遍的时阵哈，你就一代一代，一家一家在遐恁的。复制的遗传这种暴力的现象，所以我修改过吼，咱的国民教育法，迄个未使体罚学生嘛是我家教的，我嘛是要求老师你要教伊呐，会使处罚，未使体罚，你都爱去用处罚的，吼，用辅导的，卖用个体罚的，卖用暴力去要求伊呐改变你歹的行为安尼，迄条嘛是我去教的。所以去改了后吼，我就感觉我欠老师一项物件。你叫我袂使体罚，啊，阮过去可能较惯习就是用体罚，足有效果诶，吼。但是你即摆甲我讲，我长期变作无效果，啊，你叫我袂使做了吼，是毋是有啥物资源？是毋是有啥物帮衬诶力量来支持诶力量，支持阮伫处罚这方面增加阮诶能力，甲增加社会诶学校内底。这方面的人力的资源，所以我就几多年就一直在塞啊，一直在塞这个辅导人员吼，爱专职，爱专业。嗯哼哼。这边巴德国中的案吼，加巴德国中的前后有几个案，嘛拢轰动社会，惊动社会。所以我就利用迄个时机，我甲反霸凌
参我长期在三个这个案个连接，做一个足好个连接。你要反霸凌，你就是爱和老师有能力去处理反霸凌嘛。啊，老师要爱有能力，你当然上有能力的是啥？是有心理辅导专业训练的人嘛。所以你这种人，那是永远无入去学校。你讲学校要爱有反霸凌的能力，都是遥遥无期嘛。所以我就改这个立法，搁重新在迄个时机给提出来。啊，提出来是该连结讲，这都是反霸凌的立法，有反霸凌的社会舆论，然后刚好有教师课税的裁员可以框列，哈。啊，搁一项就是我拄啊好熬实力，因为我拄啊好担任民进党党团的干事长，啊，我就用过这个杯葛的力量，强烈要求我这个立法哈，要抽出净负二读，啊，所以我有法度透过这个否决权哈。啊，真正是冤家冤来哈，啊，差不多一礼拜来，这个法就通过啊。所以真正透过这个意识协商哈，是啊，佮说服这个社会吼，佮政府吼，较受无简单。因为咱过去是舒缓体系，啊，咱感觉一元化哈，好像思想会僵化，所以就打破师范体系，今麦师资培育哈，使各方多元哈都可以来。修二十几个学分，然后参加考试通过，然后各县市真实通过，都会使来做老师。啊，过去师范体系时阵，因为一贯嘛，吼一条边嘛，我对于师范学校开始训练嘛，甲师范大学开始训练了去教册吼，它有一些传承，有一些经验的累积。但是今麦少年的老师一来时阵，也来自四面八方吼，啊，有的就少年的。啊，伊毋是主师范体系安尼专业训练起来吼，所以老师伫教册，啊，甲伫辅导学生这方面的能力，总是爱哪做哪成长，吼，伊是变作在职的一种成长，哦，一定爱落去学习吼。啊，那无其实嘛会发生老师霸凌学生，啊，嘛会发生。处理霸凌未晓处理，吼，这种代志拢会发生，所以伊有需要讲校园内面吼，真正会专业吼，有技巧，啊个专职，我唔免讲是教册老师来兼，哦，即马若教册老师兼辅导人员兼辅导老师，我只能够少两节课，我哪有可能做会好，吼，啊，所以即马这项物件入来了，咱希望讲吼。一方面，因参老师的中间，慢慢啊吼去成长，啊去发展校园内面老师辅导能力的提升。啊，一方面比较不好处理的专案，吼啊会使和因来接手，吼做班级老师的后盾。从导师一方面，你班级上班级管理需要处理以外，我还有专业辅导老师参与，啊来陪孩子成长。好，咱是真希望讲。登记吼，会当累积出吼一种较无同款的校园的力量。管秉管委员吼，今日带来足侪方法哦。一方面，咱这个通报系统吼已经较完整，所以只要有发生这个霸凌的事件，请大家拢唔免惊吓，进来做通报。吼，学校有小组会当来去做了解。啊，即卖呢，这个立法已经通过吼，这个国民这个教育法。一旦有专职的辅导的老师来吼，介入去做这个帮站，即卖老师呢，甲学生来去做一个了解。啊，当然呢，管秉管委员吼嘛是这个两个孩子的妈妈吼，咱可能会个进一步讨论讲，除了学校、教育机关吼、立法机关，大家拢有这个责任啊，要来去做这个防治以外吼，有关这个家庭的这个伊的责任，搁是对。另外呢，我相信管委员今日吼，咱头拄啊嘛有私下的讲着讲吼，这网络无远佛界呢。哦，啊，甚至有诶吼，真正真不给，甲人欺负了吼，搁上网吼，大家看安尼啦。哦，甚至伫网络顶头呢，可能会产生最侪诶，这个吼英雄主义吼，啊，甲人欺负超过校园诶这个范围，啊，遮个霸凌诶事件日新月异吼，啊，大家安尼模仿了，要安怎来处理？咱广告转来了，来去做一个了解。因为头段节目的讨论，咱会当发现讲霸凌虽然是一个头痛的问题，但是毋是袂当解决的困难。咱会当透过足侪系统，学校的系统、教育部的系统，甲即马专心
透过国民教育法第十条的修订了后，新的辅导专业人士进入学校内底，会当做一个共同的解决。但是除了学校以外，家庭的责任、甲咱的社会、社区的责任，搁伫对咧。咱来这部继续来关心，咱先这个请教管委员，因为管委员哦，这个虽然看起来够有玩家少年，但是两个这个美丽优秀的千金已经真大汉。在过程当中哈，这管委员不断过去嘛是伫这个社团哦啊，大家破书啊，过去做主亲的这个官员甲立委，也算是职业妇女呢，吼，非常无用哦啊，有相关理想背景去啊，这上班，所以请教管委员讲，那以你家己的经验，哦，有做这霸凌可能是啊家庭的问题，所延续三星的，有啥物会当甲大家分享讲教育吼，伫家庭内底积极个方法。霸凌加家庭教育吼，中间的关系其实真侪人在做研究，啊，我也认为讲有关联吼。家庭教育最要紧，你教育出来的囡仔，那是一个非常善良吼，啊，真稳定性、有安全感、真理性的囡仔，啊，伊就袂去讲霸凌，啊，是讲伊防霸凌的是，伊嘛知影较会晓安怎应付，吼，较会晓安怎处理嘛，吼，啊，所以我认为讲家庭教育是万行的根本啦，啊，我家己嘛就注重的，譬如讲举一个细节哈，我的囡仔从小细汉打预防针拢袂哭，哦，因为吼我有读册哈。在书面上说，孩子吼对某种刺激伊的反应，其实伊是看大人安怎反应，传染给孩子安怎反应。啊，所以咱大人的紧张，给孩子紧张。啊，我真正有体会到，即马大人吼，多数拢伫要注射的时候，就开始该怪啊，就开始该地足安尼啊，就准备讲伊的脸哦，伊的口哦，吼。啊，所以咱就先紧张变啊，啊，孩子就足紧张的啊。啊，所以每遍我的孩子来要注射的时候，啊，我当颠倒吼，就缓和诶，啊，就好好甲伊讲讲，等一下会像蚊子咬一样哦。啊，其实伊也无一定听会捌咱讲话啊，因为他细汉啊。但是那个讲话的样子会让他很专注啊，很愉快啊，很有信赖感。啊，结果落去也是讲，哦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吼啊啊伊啊都过去啊啦。啊，所以我囡仔细汉的时阵吼，住下都拢袂哭啊。这一种细节日积月累。小孩子会变得比较稳定，比较有安全感。好，我相信安尼教育对于囡仔来讲吼，两回进前，咱会当培养伊一个很讲理，吼，一个基本的个性的模式安尼。好，那两岁以后，伊较捌代志了后，我重点就伫伊讲讲。每个晚上我都讲故事给他们听。我安尼好简单的讲用心。啊，我们讲故事其实很方便呐，哈，所有的世界名著哈。拢有注音版嘛？好，拢有适合囡仔听会改写过的版本嘛？啊，我就念迄，啊，无就是念迄个童话，好寓言。那讲故事哈，其实是一种价值观的分享哈。我就会记得讲，因常常拢会问问题，伊在问问题的时候，你就在跟他分享价值观。譬如说乞丐王子的时阵，我在念乞丐王子的时阵，有一幕就是迄个乞丐小孩。他被人家误以为是王子嘛？啊，伊妈妈看到伊个小动作，引出来讲，伊就是因囝，唔是王子。伊妈妈被改引的时阵，他就很挣扎，最后他就不承认那是他的妈妈，叫人家把他妈妈拖下去。啊，你两个家的时候，囡仔都会问啊，问讲他是不是坏人？好，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他妈妈？他是不是坏人？啊，这时候我们可以跟他谈。人性啊，有时候会做错事啊，有时候很软弱啊。那个时候，我觉得这种互动哈，是家庭教育很重要的过程啊。学龄前应该是家庭教育的重点。你哪个学龄后哈，亲子关系才会开始建立，多半都会遇到一些困难，会比较辛苦，而且学龄后大概行会关心功课。啊，我顶多是从来唔捌陪囡仔做功课。我认为囡仔功课歹话紧，但是我爱讲囡仔爱读册，读课外书话紧。好，啊，所以我嘛有囡仔伫一个某一个阶段的时阵，我两个囡仔中间嘛是有一个伫某一个阶段，伊功课拢足歹。我讲袂使，袂使个处罚，爱等。好，啊，所以我也相信一个理论，就是讲囡仔有年龄成熟。的不同的时间表，每一个囡仔的时间表无同款，啊，但是咱的教育吼是一个固定的时间表，我一年就要求你会晓食的，五年就要求你爱会晓食的，
但是我的囡仔拢比人比较慢，嗯嗯，所以伊五年的时阵，伊也未晓五年应该爱怎样，伊有可能高中啊，啊突然间有个大跃进，啊我较无注重功课，较无注重讲伊的排名，吼，啊我较注重讲伊有快乐无，伊有自信无，吼，啊有求知的欲望无，哎，啊求知的范围不一定是学校的课本，啊伊就就爱逛书店呢，啊功课就歹。我感觉安尼就好，所以家长嘛是爱心中，吼、嗯、啊互相来当交换意见，说家长会啦吼，啊家长成长团体啊吼，社区的力量啊，我感觉嘛拢真好。讲实在哦，环保起来就无简单嘞，这讲了真简单吼，但是有足侪父母哦，因为一紧张累了吼，就放袂开啦。其实咧，我吼因为大家较无熟悉，我就知影吼，环保两位曾经拢非常优秀，吼这。在过程中哈，淡薄落后哈，只要在管妈公，我的你的重视对学习的热忱，等待啊，然后不用说太想欢乐哈，陪伴等待是。所以呢，他都啊，管妈第一跟分享个人的经验哈，给大家做一个参考。代表讲家庭真正介重要，但家庭以外哈，咱就搁较靠近甲社区，因为哈学校是一个伫社区内的一个团体，好啊，所以家庭呢。家长的陪伴、认同、吼、佮贴心、佮学校内底制度化的帮助，以外吼，那伫社区吼，伊管委员你的看法吼，社区会当做啥物？我伫1996年吼，有去美国做一个考察吼、嗯，啊，我有考察到因的社区组织，其中我看到因注重教育形成的一个社区组织，真普遍，各州差不多拢有吼，伊就是甲家长啊，甲学校吼。啊，甲企业家，企业家出钱，是，啊，家长，啊，甲老师，吼、哦，共同去组成一个社区青少年吼的教育团体。嗯哼，你像讲我拄仔讲的吼，咱的家庭至少我有一个稳定的头路，我伫大学在教册吼，所以咱的家庭有稳定性，咱有法度讲陪伴囡仔大汉。但是真侪家庭无咱遐好命呢。有的是单亲啊，嗯、啊有的是收入真少的家庭，爸母拢在无用啊。你讲爸母要安怎吼，有法度安尼陪伴囡仔大汉对无？啊，所以呢，尊讲家庭团体吼，还是社区团体，会当来关心吼，关心这个囡仔的教育这个部分，我相信是会有帮助的啦。吼、嗯，啊社区有真侪力量啊，我拄仔讲的是讲，咱去结合形成这个团体啊。啊，另外嘛，有可能是像教会的团体啊，吼，教会嘛一定是扮演足要紧的角色嘛，啊、嗯，有足大的帮衬。啊，所以我认为讲社区的力量是真要紧，尤其咱来去讲到霸凌吼，有一挂霸凌真正是已经有社会上组织性暴力的团体吼，参与牵连再来啊，吼，像讲地方的诶一个。这个势力吼，啊，侵入来校园吸收生源，是吼，等等吼，啊，所以我也认为讲，这个社区扩大对这个社区的力量来作为一个支援的系统，这是咱台湾未来吼爱加强的所在。是，嘿，即马咱的社区的团体可能较。关心的物件足济啦，吼，经济性的议题啦，政治性的议题啦。但是这个囡仔大汉的教育方面的议题，的社会组织吼，我是感觉也阁无够普遍，会使会阁较普遍的。是，所以咱就发现讲吼，那是讲除了学校，即嘛规个教育系统重视霸凌这个议题，嘛不断伫健全咱的制度的啊，同时阵呢，咱的家庭那是加强咱的陪伴，咱父母卖放弃咱的囡仔。嘛，唔通予伊伤大压力，认同伊，陪伴伊，予伊一个贴心，予伊知影，爸母安怎，拢会挺你到底吼。啊，佮加上社区，那是会当针对青少年、佮警方、佮企业家、佮各方面来结合，是，你就算讲是学徒呢，你面对着安尼团结的社区，伊嘛爱行遐，伊嘛无法度来进入。当然呢，他拄仔管妈妈讲到这个教会，其实教会呢，啊，长老教会也好，各个教派的教会，深入伫全台湾各个社区内底。啊，教会当扮演的角色是啥物？教会甲圣经的道理对待这种暴力的事件，阁是安怎的看法？等下咱邀请的徐牧师来共同来讨论。
享受祝福，分享听。这个阶段，阮邀请到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上河教会来自嘉义太保，咱的这个牧师齐有丁齐牧师来加入咱的讨论，等下为咱的祈祷。齐牧师你好，平安，大家好，我是齐有丁，我对嘉义的太保来这个所在。很欢喜会当甲主持人、甲管委员吼，听恁的讨论，予我的感觉是，咱的台湾有五万啦。是，咱嘛就感谢教会呢。他拄啊吼，甲管委员讨论着社区的责任吼。啊，我拢知影讲吼，咱的上河教会其实伫嘉义地区，伫参与着社区青少年关怀，非常投入，非常有这个负担吼。是咪请一齐牧师讲分享讲，咱的一个教会伫社区内底啊，有啥物方法？啊，会当做分享，甚至和其他的教会，也是咱的社区团体，拢当来学习。好，这个方面其实，伫教会内底，阮相信讲，一个教会存在伫社区，唔是为着信徒，是为着整个社区的发展。啊，为倒一看，为我来到上河这个所在，来到太保这个所在，去头入去这个社区的时阵，感觉这个社区真清气，真好，无问题。总是一年了后。就发现讲啊，社区诶，爸爸妈妈为着要趁钱，因为爱买厝，所以伊个囡仔一定爱有人顾。遐个职业较好诶，拢无问题，拢送去安亲班。看起来表面上是真好势，总是有一寡较低阶层诶，因要拍拼，因为要进入好诶社区，所以爸母拢爱用可能十二点钟，也是较久诶时间咧最好咯。啊，因个囡仔全世界伫外口走，但阮拢请遮囡仔讲做家长啦。都为街头拍到街尾，然后为街头升到街尾，在那里好话歹话都不要紧。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了后，这些社区的妈妈，我们会去跟她说，你的孩子是不是可以有比较多时间，我们可以给她做陪伴，还是怎样？这孩子说，不然这样啦，你们都说耶稣疼你们，不看疼你们，还不疼我们。如果会的话，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到辅助这个部分啊，所以教会正式参与关怀伫遮个社区的囡仔的成长教育的问题，是对这个时阵开始。嗯哼，啊，这里吼讲实在吼，遮个囡仔他都啊咱戏称吼叫做家长吼，所以因其实嘛已经吼算啊，有人说玩得比较野了吼。啊，讲听到教会要来甲咱吼这个听也好，还是甲咱这个辅导也好，因刚未拄到排拒，也是一开始有一个困难。排拒上大的排拒就是讲啊，恁教会来干叫阮信耶稣，哇，这是我想大概普遍咱台湾的社会中间，因为对基督教会较无熟悉，啊，所以阮拢爱伫透明的玻璃后面，吼，啊，阮就是请老师教功课，啊，真好运是阮的教会拄伫迄个所在有大学，啊，所以遮大学生因会做志工来陪遮囡仔写功课，啊，然后会陪因做一寡较创意性的游戏。家长起头看啊，有进步好，安尼也很安心。对一个、两个，到后来，即卖阮有40位囡仔伫教会内底伫出入。不过，你伫一段的陪伴了后，你会发现一项代志，其实功课毋是囡仔上大的问题，是即个囡仔咱拄啊管委员讲到疼甲安全感的问题。因为即个长期成囡仔伫个爸母长期的工作，啊，而且起步的中间因伫学校的学习。因的成绩无理想，所以带予因家己的自信也是自卑感会较重。伫这个历程的中间，阮开始知影讲啊，这囡仔伊实际上要真正的进步，是爱为伊的心理上还是心灵的顶面来得到帮助。啊，这跟咱咧讲的讲啊，咱是毋是送囡仔去安亲班、补习班，这较无同的是，因为安亲班甲补习班既然甲你收钱。成绩是上要紧的，因为爸母想讲啊，我著接拍拼谈，你著认真甲我教就好。后来，阮发展到今仔日，真济较好的家庭。咱所以咱拄好，迄个管委员嘛，咱有讲着讲，毋是干那送养，也是弱势家庭，有一寡较好的家庭，因的囡仔有成绩，有顶顶，总是无生活技能，因甚至无有生存的技能，因伫学校中间，人会排挤因。因伫校园中间会受孤立，甚至因伫校园中间会予一寡算较有气力、较有魄力，也是较有人际关系人吼，甲因当作攀啊。你着负责，转去摕钱来，剩个我替你解决。
嘿，啊，这个你甲讲是毋是霸凌这个问题？我想一方面学校袂去认同这，因为会感觉因感情较好，啊，伊就较爱请人，较分张。啊，事实上伊若无请伊，也是无提供伊的时阵，私下伊可能爱受到无公平的待遇。吼，啊，所以教会伫这方面慢慢，阮即卖我讲，阮有四十几个囡仔，这毋是拢就细囡仔。即有一半甚至伫非常好的家庭，因为囡仔少，即个囡仔无生存技能。后来慢慢因伫即个所在，因开始感觉到伊个囡仔成长毋是干那成绩，甚至品格，甚至即个生活技能的部分，较像一个正常的囡仔。嗯，所以这就是安亲班，就都无感觉社团，社团吼。我很期待，教会就希望讲社区内面有诶这种力量。真的，啊，管委员讲是美国的咧呢，啊，其实咱虽然是伫家己吼，咱诶台北嘛有这么认真地做，但我可能要挑战一项，就是讲吼，那拄着这种受害，还是讲较未晓咱家教吼，这是一种诶难题啦，甲课题。但是那拄着迄种行为已经偏差去诶，吼，已经伫作戆啊，吼，还是讲伊就已经就惊歹去。敢有拄过这阿伯安怎来面对因来辅导因，互因感觉讲其实嘛有人伫甲因关心。事实上是有啦，因为阮嘛捌接受着讲，甚至是家长甲阮讲，阮的囡仔伫学校吼，虾米人因家的囡仔欺负。啊，当然这个安尼讲法，你若去甲学校纠正，真恶得摕到正面的答案。啊，所以一般来讲，阮会先去了解，甚至伫囡仔放学中间，也是囡仔伫公园佚佗中间，阮会带先计步伊去散步，也是讲超工伫迄个过程中间，伫遐观察啊，了解了后，照着拍球，或者是照着一寡团体活动，阮入去到囡仔中间，然后囡仔有熟悉了后，因就会甲我问讲：啊，恁教会拢啥物人去？哦。我阿公吼，阮的教会吼，拢是我迄个上帝上爱的囡仔，啊，迄个上帝上爱的囡仔哦，多今仔日拢伫遮，嘿，啊，所以阮就先来遮，啊了，恁若感觉阮会使，恁来阮遐，嘿，所以你咧讲着讲有迄个讲霸凌的囡仔，阮事实上是有，总是透过迄个陪伴，透过迄个了解，阮渐渐知影，有的囡仔甚至唔知，为什么我家己安尼。烂嘞，大也很看安尼，佮伊好朋友，为什么伊讲我甲霸凌？咱的囡仔对咱大人的定义，事实上是无清楚的。是，啊，一摆含这囡仔了解，教伊一寡，应该所谓的标准的方法，咱大人的标准啦，吼。甲因讲，咱对甲人讲话中间，可能有一寡滚笑的话唔通讲。我会记得咱有一个演员白冰冰，伊讲伊是 every day， 吼。啊！伊感觉大家拢听拢足趣味的，所以囡仔若拄到迄个较矮的，拢嘛叫人 every day。啊，毋过安尼就霸凌啊。吼，甚至伫咱的囡仔歌，咱即马毛乡土教育，因囡仔歌伫遐讲大口袋，吼，甲大你知知哦，读甲足好听，结果隔壁坐一个大口袋回去吼，就哭啊。规班拢叫我大口袋，啊，这敢霸凌吼？啊，所以伫迄日咱咧讲着讲，迄个所谓的讲霸凌，啊是防霸凌的吼。囡仔的定义跟咱是无同，不过透过陪伴的过程中间，其实若有机会，咱会当做伙去看卖，这囡仔其实因慢慢，因了解因要安怎适当用因的动作，也交朋友，也是讲因的，互人无公平对待的时阵，因要安怎用好理性的方法来表达伊的想法。所以管委员，你看这是真水的一个例啦，吼，他都讲的咱的在啊立法啦，吼。实行到上阶段吼，是不是会当嘛？再来分享你的感受。就感谢徐牧师在社区推展吼，这也在做典范哦。啊，事实上真侪人在做啦。因为咱在做的，我都要听徐牧师安尼讲吼，咱在做的背后较要紧的吼，唔是像一般社会上家长要求的讲，你去教囡仔功课，较要紧的是一种陪伴，啊，让囡仔心灵的成长吼。啊，迄个是背后是教育的哲学，吼啊！我感觉这就是我嘛一直想要推动，就是讲咱应该伫社会上足注重这部分，爱当甲社区的力量结合起来，吼啊，做学校甲家庭的后盾，安尼共同来帮咱。是，咱今日是相当无简单吼，咱就透过啊，这个管理管委员。
按这个中央的这个立法机关开始探讨起来，好、哦，这个教育部、学校啊，一直到这个咱的这个各种法令的修改，啊，到家庭的社区的这个责任，一直到实际的看到咱的慈母书，好、哦，伫咱上河教会这么成功，诶，这个培训哈，啊，让咱的所有电视机边的这个观众朋友了解，霸凌虽是一个问题，但是只要咱有心去面对，啊，用贴心去解决，拢唔是袂当解决的。特别咱是上帝家己啊，挖靠上帝的信用，咱更加有困难。所以是不是当邀请咱的慈母书，为着吼咱优秀的管碧林管委员，咱的国会吼对这件代志甲政府的这个努力，以及呢霸凌这个事件，安怎在社会上得到上好的这个解决，请你为咱共同祈祷。阿伯，咱做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阮知这个世界，若毋是疼，就是混乱。特别伫阮的国家内底，这几年来，阮看见有搁较济愿意真心疼国家、疼台湾的人，投入伫遮个决策的单位。祝阮特别为着阮的管委员以及阮的赵委员，因欢喜要用因少年。佮有专业的才能来奉献伫关怀台湾、关怀社会、关怀教育的代志。祝阮恳求你，正着遮个人的努力来帮助阮，予阮毋仅伫即摆，也伫未来，阮看见阮的细囝有希望，看见阮的台湾因为遮个人的拍拼，予阮佫较正做一个疼佮公义的国家佮社会。祝阮恳求你，引导阮的管委员、甲赵委员，因伫因的过来政治的路程顶头，毋若成功，阁会当阁较利益伫因所参与的遮个决策的议案，以及因所推行遮个有关利益的国家的遮个政策。祝阮恳求你，带因的路，也帮助因所做的代志。我安尼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名。阿妹，多谢齐博士，多谢管委员，何其美好！我们让世界更美好。咱啊，下礼拜同一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何其美好》。